効率よく我が身で揺らしんか水位に酔える8分じゃ十字にほどいじめる時間何人だ何人だだだ自己最新的音乐作品《流行》这张专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音乐。虽然刚才开头的时候我的这个 monitor 里面没有声音，有一点的小故障，但是那只是一个开始。希望今天的晚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虽然是我今天下午在彩排结束之后才得知，在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弦乐团是来自于四川音乐的交响乐团，非常的有一些小遗憾，因为我在来之前我并不知道，所以今天并没有排演这样的一个节目。那希望之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我的这个同学还有校友老师们一起来合作。那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呢，是这个流行当中的一些新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呢，是这张专辑的名字最长的一首歌曲。
你说爱我的口音不需要特别特别的好听。